何出此言？你会明白的。我要播种恐惧。你会明白的。一开始给的装备，我就能感觉得到，我们80%的概率吃鸡儿了，吃随便给吧，看心情给吧。赢了没事，这就是吴亦凡的装备，话是这么说没错啊，但是来不来吴亦凡天选，人玩的多不多，这就不一定了。看上去这把全是日炎，好像是没有吴亦凡，他仔细的看了一下，好像是没有吴亦凡。我们前期遇到的人也不错啊，遇到的人也不错，都是这种歪瓜裂枣，那两个日炎没让我们碰上，碰上我们就打不过。下轮升级，升级出天选吴亦凡塞拉斯 NICE， 差一点。好像没啥好上的呀，这能上点啥呢？就你吧。碰上日炎了我们就输。反甲这把乙炎有个小伙子开始拼多多了啊，我们放弃拼多多，哎，我们放弃拼多多，这把我们就走吴亦凡。吴亦凡，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要拿就先拿大剑，大剑比较难拿，先把大剑拿了。拼多多挺克吴亦凡的，你放屁吧，
那吴亦凡克死拼多多，还拼多多克吴亦凡呢，克死他，血克。盖伦三了，谁能想到？盖伦三了，但是我们不能拿呀，你这没法拿呀，这。拿不了的，拿了就没天选了。重装狐狸，这重装狐狸也不要盖伦啊。请问吴亦凡塞拉斯天选在哪儿？敢问阁下去了哪里？四众啊，你好好给我想想，四众要哪个？那要哪几个？你好，先好好给我想一想，你先想好了，行不行？我先上个厕所，然后你想一会儿啊。错过了吴亦凡，不能给个大棒子就起飞了。哎，大棒！嗨呀！给个破耀光死，操！就不地了，五级再说吧。正常都过渡到六代地的，六级小地一波，看能不能出吴亦凡天选，或者是塞拉斯天选。如果要是有了的话呢，就起飞；没有的话呢，就会有点难。先输他两轮吧，没办法，这些小猩红之月都太猛。
还是这样吧。这样好像不厉害，这个样吧，这样能厉害点，后边千珏还能猛一点，吴亦凡伤害不够用。上俩猎也好，把塞拉斯下了。最好这把最好全是拼多多，入的我有点多了啊，这给我血入了，给我一顿入啊。给我血入了，血入我不能接受。这小子倒数第一吗？倒数第二，同命相连呢。哎呀，倒数第二打我们个倒数第四，还行吧，没有给我血入，我依然还是倒数第四。大数据这把没了，一切皆有可能，不要着急，我们差一个大棒子。来，天玄月神吴亦凡该来了，好几把了啊，好几把了，差不多该来一把了，稍微有点过分了，解这么多，这把一家同行都没有，赶紧给我来啊，赶紧的，赶紧的啊，这把一家同行都没有啊，一家都没有，一家都没有。哎呦我天，血吴亦凡飘呢，差一点，兄弟们呐，差一点啊，小弟一波，你大爷的，狐狸，狐狸行，这玩意儿能不能用？换一个，狼人可以用。来来来，小吴亦凡，来一张，好吧，来一张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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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稳一波血吧，给装备吧，现在最好是给塞拉斯能好一点。没事能打吗？来，回回这样啊，我不要，我就是倔，我就不要，这回我就不要，你别给，我就不要，
我就不信了呢，这怎么的是这一把还没有了？我玩这么多把还一把没有了？我不信！我把这狼人撇了，反正他也升不到三，我不要。腰带，锁着甲，可以。来，来，来。来，来，爸爸，爹，儿子，给你跪下了，快点的吧，来，操，升级吧，升级上冰女，凑合玩，兄弟们，可以用，好吧？牌倒不错，就基本上都两星了。就现在还能让我玩森林法的兄弟，我是真是服了，真的。能不能炫点银？哇！希望能给我个月神塞拉斯啊，小弟没有任何的请求，只求一首塞拉斯天选月神，别给我整斗士，别气我，行不行？别给我整个天选斗士，我受不了这刺激，关键我这狐狸都二了，你知道吧，我狐狸都二了，我是没想到啊，六级地狐狸给狐狸地到二了，天，整个复活甲给了吧，咻吧，拜拜，放出大你就完活，不会吧，我就说嘛，这玩意儿还有人要吗？锁着甲还能有人要？给狐狸来个这个行，还能克制一手小法师啊，这不有一家拼多多吗？整不好两家呢，这不啊，不是，这是狐狸，兄弟们，能不能给我祈祷一首吴亦凡《天选之人》？能不能？求求了，好吧，求求了，给我祈祷一波，我七人口成型了，我还能上个老头啥的。你这我现在连个屁都上不去，求求了，行不行？放后边吧，放前面，不用放前面，
现在呀，刺客比较多，你把它放后边还能挡一手刺客，挺好的。让他们的虚虚浪费，你这都没有春哥的劫，那能好使吗，兄弟？哎呦我服了，这劫没死，哎呀！等会儿来个天选吴亦凡，装备上不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天选吴亦凡我能用，我得地道三呢，我冰子就撇了。两个小法师，像人不？像不像人？人家小法师，两星。咻吧！直接天选狼人起飞，天选狼人，不行，乌鸦嘴啊，没得用啊。拿个小猫，玩好几把了。你知道为啥不乐意玩其他阵容不？其他阵容不乐意成型，玩的可难受。你说你玩个吴亦凡没天选，你说你咋玩？你就只能看命。你说你玩个劫，你没有天选劫，你怎么玩？你也得看命。随便给吧，给个法宝吧，要不屋里整个法宝。升了吧，升了吧，赶紧升个三星，狼人都上不去。下边给9块天选，再来一个。完了，我这边狐狸让人给吹了。不会吧？操你猴子！还给我来个福星，还他妈的，能不能像点人？给个天选的塞拉斯，能不能像点人？能不能？这回给天选吴亦凡吧。你看这狼人都上不去。那硬玩，那不硬玩咋整？你说，拿下，这就第5名了！天哪，天选皎月，求求了，天选皎月我都认了，行不行？再说天选皎月也出不来呀，现在7人口怎么出一费天选啊？好像不给7人口二费天选概率挺高的，其实知道吧？7人口二费天选概率确实像。
拿下，兄弟们！哎呀，再给我来一张，来，再来一个，来一个。狼人这把来的不少啊，多拿几个。没事啊，哎，没事，差一张啊，差一张，差一张，不要急，差一张，兄弟们，就差一张。晚上我们距离起飞已经不远了，差一张，差一张啊，差一张，差一张。下边出俩，哎呀，老头，哎呦我操，哎，为什么是橙装了呀？我都忘记现在是成型装了都啊。差一张，差一张，差一张啊！啊！扛住，扛住！给我扛住啊！给我扛住！完了，兄弟们，扛不住了，别死啊！这狼人撇了吧，不行，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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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狼人，快点撇了吧！哎呦我操，我没有容错率了，这不来太烦了。厄斐琉斯啊，干啥呢这呀？这他妈的！哎呀，我，哎呀，这。哎呀，这啊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也太难受了，这也太难受了，这真难受啊！完了。折磨我呀，真是折磨我呀，给我折磨坏了，给我折磨的，给我折磨完了。